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师父慈悲，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这个隋唐时期的一个很兴盛的佛教教派，三阶教。三阶教呢，我们之前讲到这个无尽藏师，无尽藏师呢并不是三阶教所创，早在这个梁武帝的时候就已经有创立了这个三阶教，就有创立了这个无尽藏师，只是无尽藏师在这个三阶教里面呢，他可以说是更加的推行，形成了三阶教的一个特色。那么临藏，所谓临藏呢，就是这个出家人圆寂之后，把这个身体呢、遗体呢，这个放在树林里，让这个虫蝇野兽乃至鸟类呢，这个啄食。然后之后可能过了一两年，再把这个骨头呢，把它收集起来，这个建塔埋葬，叫临葬。那这个部分呢是比较少提到的，比较少提到的。但是呢，随着现在学界对于河南安阳临泉市的宝山塔林的这个拓碑铭文内的资料，还有这个长安终南山志向寺的这个三阶教另外一个临葬的地方呢，这方面的一个研究，以及龙门石窟的这个石窟义葬，这些铭文研究呢，这个大量出现了。那么让学界呢对于中古时期，也就是隋唐时期呢，佛教徒呢，这个不管是出家人也好，或是在家信众也好，这个死后啊采取临葬的方式呢的这方面的资料呢就大量出现了，我们也比较能够了解这个佛教在隋唐时候采取临葬这方面的情况，也能够比较了解说在这个河南安阳临泉市的宝山塔林以及呢龙门石窟的石窟义葬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呢就比较明朗，比较明朗。那么临葬呢虽然也不是三阶教信行禅师所创的，其实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最早采取临葬的其实就是净土这个祖师，这个东晋慧远大师是目前呢这个文献资料找到最早出家人采取临葬的方式，是慧远大师。只是呢临葬在这个三阶教里面，不管是出家人也好，这个在家信众也好，他们呢都追随着三阶教的这个创教祖师信行禅师采取临葬的方式呢，都也是跟着用临葬，所以就形成了三阶教的另外一个特色，或者说是三阶教的一个标志之一了。那所以我们把这一方面的一个学界的研究成果呢，把它做一个整理，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让大家对于这个中古时期啊，隋唐时候的出家人也好，这个在家信众也好，这个采取临葬的方式，有一个比较这个进一步的一个了解，那么在这个故大信行禅师铭塔碑的这个铭文里面呢，他就有记载这个信行禅师啊，他在圆寂的时候
他就是采取临葬的方式，在这个开皇十四年，就隋文帝的时候，十四年呢，他信行禅师卒于真吉寺，真吉寺呢又后来又称为化度寺，是这个三界教的一个重要据点，重要据点。那么信行禅师圆寂的时候呢，他就是埋葬在这个雍州，雍州是陕西终南山，终南山的这个慈悯赋释陀林所。终南山呢就是这个秦岭，秦岭的中间部分呢叫终南山，它就是这个长安的位置，这个地方呢终南山。那么终南山这个慈悯赋啊，慈悯赋就是秦岭的这个冲击平原，然后冲击平原啊，慈悯赋的这个狮驼岭。那么慈悯赋呢，其实它跟华严宗的祖庭哦，智相寺，智相寺就是在那个附近，也有可以说是在附近而已啊，邻居然后附近而已，就从一个地区哦。所以这个三阶教就有学界他们认为啊，三阶教的一个开源处呢，就是灵玉法师的这个河南安阳灵泉寺，灵泉寺是三阶教的一个发源地啊。这个学界有这么一说啊。那因为信行禅师跟灵玉啊，可以说是关系匪浅哦，关系很深厚。灵玉长信行禅师22岁，他们同样都跟着这个灵玉的师父啊，道平法师学习过，学习过。灵玉跟信行都同样住在邺城，都同样住在邺城。那么，在这个灵玉法师开凿的这个大住圣窟里面的镌刻经典啊，跟信行禅师的这个提倡的三阶教经典呢，这个很有在这个灵玉的大住圣窟里面有镌刻这些三阶教的经典，那可见两者的关系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密切，非常的密切。那同样的在这个宝山塔林里面啊，有很多是属于这个三阶教徒的这个塔林，那么在这个智相寺也是一样，是信行禅师这个埋葬的地方哦，临葬的地方。那后来三阶教徒呢，不管是出家众也好，在家信众也好，他们也都埋葬在这个终南山的慈悯赋狮驼岭，就是智相寺的附近，形成了三阶教的这个一个埋葬的一个区域啊。所以可见信行的三阶教跟灵玉也好，或者是后来的这个华严宗啊，其实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的密切，非常的密切。但是因为碍于这个文献资料还是有限，还是有限，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这个资料的一个的研究，来让这个信行与灵玉或者是信行与华严宗之间的关系呢，能够更加有后来的出土的资料能够更加的厘清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啊。那在这个信行禅师的铭文里面，他就有提到信行就埋一张灵葬在这个终南山慈悯赋的狮驼岭，舍身血肉求无上道，生师死师呢大师有苦恨之机啊。生师就是在生的时候啊，就是布施哦，财师或者是这个法师、威师，就是在生的时候呢，他就行不得布施。那死师呢？死师就是连呢，他这个最后这个圆寂了之后，这个最后的这个剩余价值啊，我们说的这个剩余价值，这个肉体呀、啊，他还是呢，把它做最后的一个布施啊，跟这个鸟兽虫蚁呀、啊、
做一个结缘，叫史诗哦，史诗。那这史诗其实是源自于印度的这个苦行人哈、哦，苦行人的一种方式。后面我们会做一个解说哈、哦。那后来呢，佛教也把它采取来用哈、哦，也都是印度的苦行人他们呢，在这个印度啊。就有这样的一种风俗习惯，然后在最后，这个肉体的一个剩余价值啊，他们把它跟崇玉鸟说做一个布施。那么在这个狮驼岭呢修行，其实也是佛教的这个陀陀恨哦，十二种陀陀恨之一啊，所以才会说这个大士有苦恨之机啊，哦，这是这个在这个狮驼岭。禅修，哦，这个修行是十二种陀陀恨之一呀、啊，哦，是一种苦恨，哦，所以大士有苦恨之机，内财外财，智人有为善之机呀、啊，哦，这内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血肉骨髓呀、啊，哦，在这个华严经也好，这个法华经也好，都有提到哈、哦，这个菩萨为求这个无上道啊。连这个内财外财都能够舍去啊，那内财就是连我，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血肉骨髓啊，它都能够肯舍，哦，肯舍，哦，就是内财。那么外财当然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外部啦、啊，这个钱财啦，是身外之物嘛，哦，这个外财，哦，这是钱财啦、房舍啦、身这个衣服啦这些种种哦，这个是属于外财。他都能够布施啊、哦、这显示在这个塔明就已经很明确的讲到这个信行禅师呢，他就是这个修这个苦恨陀陀恨哦，那十二种陀陀恨的一种叫做住在这个狮驼岭禅修哦，狮驼岭禅修哦，然后呢他呢就是无尽藏师嘛，无尽藏师就是一种大乘菩萨恨的一种布施哦，无尽藏施，那连到最后这个身体最后的一个剩余价值，他也把它布施出来，跟这个崇云鸟兽做一个结缘哦。于是呢，这里面也有提到说，不独这个信行禅师呢本身做一个开头，做一个开头，那后面的这些三阶教的弟子众啊，不管是出家众也好，在家信众也好。他们也都呢效法信行禅师的这样的一种临藏的方式呢，都一样哈、哦，在最后呢都采取临藏来布施，所以这铭文里面有记载说，于是法师哈、哦、就是净明法师，然后深拥禅师，深拥禅师呢，他是这个中古时期啊北齐时期的这个。有名的禅师哦，僧稠的这个弟子，僧稠的弟子，那么僧庸跟着僧稠呢，学这个思念处禅呢，哦，来这个信行禅师呢，在开创三界教的时候呢，他听闻到这个僧庸的这个修行的名声呐、啊，他就去找这个僧庸，那。告诉僧庸说，我们修行呢，不能说只躲在山林里面呢，那么自修，重要的是要能够走入人群，利益群生，才是我们这个菩萨恨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僧庸呢，他听到信行禅师这样的一种开示呢，他也信受三阶教的这种教法，所以来协助信行禅师呢来弘扬三阶教，这是僧庸。所以三阶教呢，他们大部分都跟《涅槃经》里面修这个思念处禅有相关联性，然后或者是修这个慧转禅师的这个陀陀恨、啊、所以三阶教的法师呢，也蛮多都这个大家呢就称呼三阶教的出家人为禅师哦。所以在这个铭文里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哈。净明法师，那么深拥禅师以及徒众三百余人哈，这信众刚开始就有三百余人呢，都以这个信行禅师为善知识。三业身口意呢，就是追逐二十余年呐、啊，他们可以说是这个三阶教的这个僧俗二众啊，
对于信行禅师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信念啊，中对于信行禅师的教法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信仰哦。二十余年呢，就紧随着信行禅师呢，俱怀出世之机，共结菩提之友呢，恒欲萃骨于香尘之下，投身于雪岭之间呐、啊，就说明他们是这个苦恨呐、啊，然后采取这个临藏啊，生死莫由始将为理啊，遂依临藏之法，尽说舍利乞塔于狮驼林下，就不读信行禅师这么做，连这个三界教徒啊，净明法师啊，深拥禅师啊，乃至于三界教的僧俗二宗、啊、也都跟随着信行禅师采取临藏的方式乞塔于这个狮驼林、嗯、那么善知识呢，若翻译作汉文呢，就是善友化导利益有德的这个亲友、哦、在这个涅槃经里面屡次强调这个亲近善知识的一个重要性，然后就善知识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不能见善知识故，虽有佛性皆不能见、啊、而为贪淫嗔恚愚痴三毒啊、哦、贪嗔痴之所复常。的确这个修行啊，这个善知识的引导很重要、哦、很重要啊、这个修行呢，有这个善知识的一个引导教导，那么呢我们才知道修行的窍门在哪里了、哦、虽然呢经典也是我们的善知识，但是在这个修行佛法呢，它着重的是解行并重，解当然就是研读经典、哦、知道这个修行的这个方向，但是呢它总是要更着重在这个实践，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的一个经验，实践过程当中的一个经验，那是很重要。这我们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有这个经验的善知识跟我们指导啊，我们就少走很多的这个冤枉路了。那我记得大专时候亲近忏云老法师的时候，那时候灵隐寺就有一位法师呢，他要修不倒单，修不倒单。那么忏公呢，就带领这一位弟子啊，修不倒单的这位出家弟子呢，去请教这个广清老和尚。哦，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广清老和尚是修不倒单的嘛，哦，所以这个忏公师父呢，虽然是自己的弟子众，但是呢，这个佛法哦，就是这样的一种慈悲，跟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胸襟，然后自己的弟子呢，这个忏公啊，他就引导他去请问修不倒单的这个广清老和尚，借由广清老和尚修这个不倒单的这个实际经验啊，实际经验呢，来给予他这位弟子呢这个实际的一个指导，就可见呢，在实修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经验，宝贵的经验、哦、比方说这个记得在亲近忏云老法师的时候打佛七啊，打佛七啊，那有一次就突然忏公师父就要求我们这些大专生啊，打佛七的时候要断食，要断食。那刚开始讲的时候当然大家都会怕，就大学生啊，一天就不独是三餐啊，有时候四五餐都会啊，因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晚上还吃宵夜啊，或者是夜游啊，然后出去还吃个宵夜，所以不读三餐啊，四五餐。那突一下子呢，上去莲英寺啊，过午不食，一天吃两餐呢，这的确是对这现在的这些年轻学子啊，是一个这个考验呐、啊。哦，那肯愿意上去莲英寺呢，参加大专学会啊。在戒学会也好，说八关斋戒，或者呢说八关斋戒这个大佛七啊，这个也是很不容易啊，很不简单啊，这个善根深厚的这些学子呢才愿意上去啊，不然大家听到说呢这个过不死啊，就打退堂鼓了，就没几个人愿意上去啊。
但是呢，禅宗师父就是这样，这个保持着这个丛林这个修行的这样的这种方式，让我们这个台湾的学子啊，台湾的年轻学子啊，能够了解说大陆这个寺庙丛林的这个修行状态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是禅宗师父他一直坚持的。我虽然有人劝导禅宗师父说，你不要这么严格啊，哦，这个水清无鱼啊，你这么样的严格清净啊，这个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啊，这个没几个人受得了。但是呢，禅宗师父他依然还是这么样的坚持啦。那么事后自己这样的一个回想说，那禅宗师父为什么要这么样的坚持？他为什么不做一个调整呢？说这个大乘佛法接引众生啊，就随着时代啊，随着情况啊，环境的不同啊，要试做一个适度的一个调整。那为什么禅宗师父他不愿意做一个调整呢？那事后我们现在才慢慢去体会到说他的人家的一个悲心啊，他就是要坚持说让这些青年学子啊，他能够体会到说原来啊，这个大陆丛林寺庙的这个修行啊是怎么回事。不是我们说啊，修行可以就是都要这个轻松快乐哦，当然轻松快乐是一种初机的一个接引啊，初机的一个接引。但是我们又话又说回来，修行呢的确还是这个苦的啦，这个大家要睡觉啊，你就要打坐啊，要拜佛啊，要念佛啊，要诵经啊，哦，所以这个修行呢，说实在的是蛮苦的哦。然后好不容易呢，就有一点积蓄啊。那么这个佛法说啊，这个福报从布施中来啊。那么这好不容易积到一点积蓄啊，叫你要布施出来，这个没有这个善根的这个人呢，有时候呢，说实在的，拿不太出来哦，拿不太出来。也总是自己劳力辛苦赚来的啦，那你叫他拿出来，他就减少了他想要享用的这个条件啊，这个机会啦、啊。原本啊积蓄了一点积蓄，可能要买点东西来享用，哦，或者是这个享用去哪里就游玩。那为了布施，那就泡汤啦，就没办法买想要吃的东西来享用啊，或者想要出国去哪里玩啊，就没办法了。所以呢，这也不是大善根者呢，善根醇厚的人呢，也说实在的，这个叫他布施呢，也着实是不容易了哦。或者是呢，可能会布施，但是会酌量哦，酌量。那当然，我们佛法说是随喜啦，哦，随喜功德，随喜功德。但是有时候呢，总是呢，在这个钱财上面呢，大部分的人哈，大部分的人。他还是有点舍不得，有点舍不得，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所以才会说这个佛陀才会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贪念，就因贪念，所以我们才会在轮回嘛。那怎么样去除贪念？就是要布施，布施就是破除这个兼贪贪念啊。你唯有点点滴滴呢，这样的一种去行布施，然后让你的贪念。这个结呢，就能够慢慢打开，慢慢打开，对这个钱财呢，才不会那么样的一个看重啦，哦，所以这个信行禅师其实他也是依据这样的这个体悟啊，所以他连最后的这个身体啊，剩余价值，他也要呢布施着这些众生啊，虫蚁鸟兽做最后的一个结缘呐，其实都是呢就去除。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贪爱啦，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贪爱贪念，所以这个众生他之所以会来轮回，无非就是三毒嘛。那三毒贪嗔痴就是最第一了，最重就是贪了，哦，就是贪。所以要去除贪呢，就是要从布施中来，要从布施中呢去呢慢慢把这个贪的这个结呢。把它打开来，不是说呢，你等到有多少你才要布施，这个往往等到你有多少的时候呢，
这个一念贪心起的时候，你会想要说，我再从这多少再去买股票啦，再去投资啦，等到我又有多少的时候，我再来布施。等到你又有多少的时候，那个生贪念又升起来了，就永远一直在那边等，等到又有多少你才能布施。其实呢，这是错误的哦。这个布施呢，就是要这个一点一滴呢，你就有去做，形成一种善的一种习惯，善的一种惯性。那自然而然，你占多少，你就会去，比方说，就以十分之一去做布施。那下一次你要赚多少，又分十分之一去布施。那这样的话，你有这样的一种安排的话，每一次每一次你都有在做，自然而然，每一次每一次你就把这个贪的这个结啊，就会慢慢打开来。如果是等到你有多少的时候才要去行布施的话，往往这个结是越打越紧的，越打越紧。因为人就是因为贪才来投胎的，所以当你有多少的时候，你就会又想要贪更多，这个结就打得越紧。那当你有多少，你就连就有开始这个样的一种分配规划，一点一点的这样的行布施的话，那个这个贪的结就会慢慢松开，慢慢松开，你对这个钱财呢就不会看重，就不会那么看重。那不会那么看重的话，你才不会被它反绑啊，反绑哦。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啊，哦，就太好用了，结果我们现在人呢，这个创造手机其实是为了便利啊，为了便利啊。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反而被这个这么好用的这个手机反绑反控啊。哪一天这个手机忘记带出门啊，结果呢，就那一天就不自在啊，整个心就悬在那里啊，怕会说会不会有人打电话来啊，我们接不到啦，或怎么样的商业的这个商机呢，错失掉啦，种种呢。就会变成被这个手机反控了。那一天呢，因为一时之间的这个快出门了，就忘记带手机啊。那么那一天呢，就浑身不自在。所以现在这个有的学校啊，比方说像美国啊，就有学校规定了，这个上学啊不准带手机，不准带手机。哦，也有学校开始采取这样，那其实就是让这个我们呢，就懂得呢，手机是我们在使用，不要变成说手机在使用你啊，被手机所反控啊，那就呢这个被这个手机绑住了，哦，这就是呢一样啊，哦，贪念怎么样去去除它，就点点滴滴，一点一滴呢，就是行布施，哦，量力而为。哦，佛教的说随喜功德，量力而为，能力大的那么就大布施，能力小的那我们就小布施，那没有能力的我们就身体布施，做志工，乃至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志工，我们可以电话联络啊，哦，把这个讯息这个转达给其他的亲朋好友，或是这个朋友呢，让大家呢知道这个消息，然后呢来参与这个善事啊，哦，所以其实布施的方式呢都有好多种，然后它不独只是局限在这个钱财，然后只是钱财是一般人最看重的，所以当然就会比较这个强调这个钱财，但是呢布施呢它不独只是钱财，它还有这个五味施啊，哦，五味施就给人家呢这个情绪的一个鼓励，哦，当这个小孩子在读书啊，准备考大学啊，联考的时候啊，他会紧张啊，那我们就给他五味施，给他鼓励，给他精神的一个鼓励，信心的一个鼓励，让他不要紧张，让他能够增强他的一个信心，那这也是一种五味施啊。或是人家呢在这个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我们适度的给他呢这个打气加油，这也无为师，那众难都没办法，最最最基本的方式谦虚嘛，哦，这个《了凡四训》里面他就有提到啊，谦者则受益无穷啊，哦，谦虚呢
就能招感很多善的因缘啊，这都不用花钱的，就是谦虚，我们为人呢虚怀若谷，哦，从谦谦君主，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哦，谦虚也是一种布施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最好的这个听众呢，就是聆听，哦，就是聆听。你不一定能够给他什么样的谏言，但是呢，你专注，你专注，愿意听对方倾诉，那这也是一种布施啊，这也是一种布施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去除这个贪嗔痴啊，它的方法其实很多种，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用心去领悟了，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呢，这个用心去体会，然后去实修了。哦，所以善知识呢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在这个经验的一个教导跟传授，教导跟传授。那么唱功呢，他就一次呢，这个打佛七的时候啊，就要求我们青年学子啊，这个要断食。那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两餐又没有电视看，又没有报纸杂志看，然后打佛七呢又禁语，又不能串门子打屁聊天，上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居然还叫我们呢断食。所以刚开始禅宗师父要求的时候，没有人敢报名啊，没有人报名，一天讲没人报名，两天讲还是没有别人报名，第三天早斋的时候啊，禅宗就激将法了，那年轻的小伙子都是男孩子，怎么没人有这个勇气报名呢？说这个总学院长先报名，那这个总学院长被这个禅宗师父点名啊，他还不好意思拒绝啊，只好硬着头皮呢，就鸭子上架，当然就那一天呢就没有吃饭，没有吃饭。那总学院长都报名了，那么行门学院长呢，解门学院长呢，事务学院长呢，你总也不好意思说人家总学院长都报名不吃了，我们好意思在那边吃吗？所以呢，就行门、解门、事务门乃至其他执事的，就当然就大家都报名啊，毕竟都是男孩子嘛，输了我们输定啊，人家总学院长都报名了，那我们怎么，我们又没有比人家这个不行，所以呢，就一当然就一下子，这十几个人呢。就报名了。那么报名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才知道体会到说，哎，真的断食来念佛啊，真的有它的一个利益啊。就是断食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就会轻啊，就比较轻哦，因为你没有吃东西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吃东西之后啊，就这个昏昏欲睡嘛，哦，就身体会比较重，哦，那你没有吃东西的话，身体就会比较轻安，比较轻。那比较轻的时候，你在这个念佛啊，尤其禅宗师父的念佛啊，他很强调这个锥底念，这个地钟啊，打得很快，越快越打越快，越打越快，最后刹板突然刹住了，就是锥底念，一字。咬着一字的一句，咬着一句这样的一种阿弥陀佛四个字呢，这个锥顶念。那你断食的话，这个身体比较轻，那么你要这个在心中啊，这个念这个锥顶念啊，就会能够越念越快，越念越快。那你如果没有断食，你就体会不到这一点了，啊，那就是因为。就有禅宗师父的这个要求啦，哦，这个要求，那么年轻小伙子啊，当然就经不起师父的这个鞭策跟激将法，当然就报名了。那有这样的一种体会，才知道说，哎，这个断食念佛啊，的确有他的一个利益啊，哦，有他一个利益。那这些都是因为有人家过来人他的一个经验。他知道说
这个用功修行实修要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样方式来实修才能这个得到利益，或者是说快速得到利益。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经验过来人的一个指导，我们也不敢啊，我们也不会尝试啊，也不会去想到啊，也不敢啊。哦，那就是因为有善知识的一个经验的一个要求，那我们就在这个善知识的一个要求之下、教导之下呢，那你就比较安全，你不会盲修瞎练，那你也少走这个冤枉路。那当然，断食的这个四五天之后，你要恢复这个吃饭了，你不能一下子吃太多啊，或者一下子呢吃这个饭了、白米饭的，那就先喝粥，吃稀饭，哦，然后慢慢增加，然后再来才吃这个白米饭，硬的白米饭，哦，都是有它的一个循序渐进，哦，循序渐进。那这一点其实这个弘一大师呢，他还没有出家之前呢，他还是当这个老师的时候啊，他去虎跑寺断食。其实在他的这个传记里面，他有提到，哦，他也提到说他这个断食这个循序渐进的一种方法，他都有把它这个当作这样的一个日记把它记录下来。其实呢，这也都是给以后的人，哦，如果要断食用功，或是要去体会到这个断食的好处，就有一个依循，就有个依循。所以如果有的人他不晓得这些循序渐进的一个要领啊，他一下子呢就不吃，然后断食几天之后一下子呢暴饮暴食，那当然就会伤到我们的胃肠啊，那就欲得其利啊，反得其害啊，那当然就不行了，哦，那就是因为呢他没有这个过来人经验的一个教导，啊，那他也不懂得去请教，他也不懂得去请教，那只是自顾的这个盲修瞎练，自己想自己对，那当然就不得其利，反受其害呀，啊，他就体会不到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好处利益呀，啊。所以善知识是很重要的，其实也不独是《涅槃经》里面呐，啊，这个讲到这个善知识的一个重要性呐，啊。其实佛典呐，啊，任何一部佛典呐，啊，都是告诉我们呐，啊，修行呐，啊，亲近善知识很重要，那不读佛法，亲近善知识很重要，世间法也是一样啊，哦，世间法也是一样，你有一个好的老师啊，好的这个师父啊，你跟着他学，你就学到真功夫啊。那你如果没有得到这个好的老师啊，好的师父学啊，那么你的技术啊，就一般而已啊，一般而已啊，哦，所以这个善知识啊很重要，不管是世间法也好，出世间法也好，都是如此，都是如此啊。但是亲近善知识啊，虽然讲是很容易啊，但是呢，实际这样的一种修为啊，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不是那么容易？就像说这个《了凡四训》里面才有提到啊，哦，他就有提到说，这个一个进京考试的人啊，哦，他经不起人家对他文章的一个批评，有的人对他批评的时候，他就受不了，哦，他觉得说你凭什么来批评我？你懂什么？哦，所以为什么《了凡四训》才会说这个谦虚其实能够招感很多善的因缘，那么谦虚也是一种布施啊，哦，又不会浅的布施，就是呢，我们不管世间法也好，出世间法也好，都能够受得人家的一个规劝，听得人家的谏言呐，啊。但有的人呢，不是啊，哦，你这个不听人劝呐，啊，哦，你跟他劝导，哎，他有时候不读不听呐，啊，有时候还要恼羞成怒啊。所以呢，这个谦虚啊，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你要亲近善知识，你也要经得起善知识的辣手，辣手。哦，像这个弥勒日巴亲近马尔巴上师一样啊，他也经得起这个马尔巴上师九次啊，原本是要十次啊，但是因为这个弥勒日巴的这个师母啊，这个一念的这个妇人之仁啊，让弥勒日巴错失最后一次第十次的这个训练啊，所以后面他还必须要去承受一些这个阻碍啊。哦，那马尔巴善师他是一个当善知识的，他知道需要经过十次的这样的一种训练磨练。哦，有理的是训练，无理的是磨练，那需要经过十次的这个磨练呢，才能把他过去修的这个黑夜修的黑法所造的黑夜，或者用咒去这个杀人，哦，这样的一种黑法做的黑夜，要经过十次的这样的一种磨练才能去除啊，去除啊，就像这个抹布脏的黑的，你总是要用漂白水啊，把它漂白啊，洗一洗啊，才能恢复洁白啊，才能用啊。哦，那你的黑夜没有消，你怎么样能够纳受大法呢？你又怎么能够修法成就呢？所以这个马尔巴善师他懂，他知道这个道理啊，但是他不能说破，他不能说破。那如果跟他马尔这个弥勒日巴说，你得要十次的这个磨练，你的业才能消消，那谁敢保证呢？谁敢保证？你就一直在那边等。我只要十次的，那你上次你说的，我只要十次的磨练，那我的业就能够消了，这谁能保证呢？这佛陀在世也不敢保证啊。为什么？要看你的心啊，你用什么心啊？你是用有为心、有我心在做，还是无为心、无我心在做啊？那是天差地别啊。所以谁敢保证？都没能保证啊。所以禅宗说不收破。就看你的起心动念，就是上师师父善知识的一个教导，你能够虚心接受，欢喜接受，诚心接受，那自然能够得到利益啊。那你如果是这个表面接受，但心里面起嗔恨心，就不欢喜心、怨对心、等待心，那怎么能够消业呢？不可能嘛。所以就不说破，纯粹呢就教导你做，你就是乖乖的去做，就有理的是训练，无理的是磨练，你能够欢喜心、虔诚心、虚怀若谷，愿意接受这个善知识的一个教导，那你就能够得利嘛。所以要经得起这个善知识的一个辣手啊，那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因为我们都众生都有一个我嘛，那有理的训练我能够接受，这无理的训练叫磨练，我怎么能够接受？你师父啊，过三支，你未免太吹毛求疵了吧？你有洁癖哦，要求的那么高，表面擦干净就好，你为什么还要去摸这个背面的，摸那个小角落的地方？那又不相干，你要求那么高，洁癖，吹毛求疵，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众生都有一个我嘛，都有一个我，都不愿意人家呢这个善知识啊，或师父呢这个恶言怒骂嘛，总是被骂就没面子啊，很难过啊。哦，但是呢千锤百炼啊，就像这个铜器铁器的这个佛啊，要雕塑造成这个佛像给这个人朝拜啊，万代的人来朝拜啊，他也要经过这个火炉焰火的这个陶铸啊，他也要经得起这个工匠的捶打，才能成为佛像的形啊，供人朝拜啊，万代瞻仰啊，都是必须要这样子的。不是说呢这个软眼相劝啊就能够呢这个成才啊。哦，当然说法有很多，有该软的是软啊，哦，该用色受的是用色受的，
但是该用这个怒目金刚的方式啊，折服我慢之心啊，这个善知识呢，他也不得不呢，这个出辣手啊，用怒目金刚的方式呢，来折服我们众生的这个我执、我相跟我慢啊。所以要亲近善知识，虽然嘴巴讲是很容易啊，但是实地在跟随的时候啊，不容易啊。你要经得起这个善知识的一个辣手。那第二个呢？这个善知识当师父的这个的好东西都给别人，那我跟着在他旁边做牛做马，师父都没有给我什么好的，都给别人啊，不过我都没有得到什么，哎，心里面呢也会起这个分别啊，经这个计较，说我跟着你身边呢、啊、做牛做马，听你呼唤，听你差遣，就真当这个下人一样，哦，当这个奴婢一样。在听师父差遣啊，忙东忙西的、啊、那有什么好的或有什么好的福利啊，都给别人，不是我第一个享用，心里面就不舒服啊，心里面就不舒服啊。所以亲近善知识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啊，有很多坎啊，有很多个关卡，那就是我们当弟子，当这个弟子众的自己本身啊，要能够呢了解说，你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那怎么样来亲近善知识？那你时时刻刻都铭记在心呐、啊，你自然就不会被这个境界所转呐、啊。不然的话，大部分呢，很多呢都被这个境界所转了、啊。我的师父都对别人比较好，那师父都对新进的这个进来的人呢，这个。笑眼隐忍呐、啊，软语相劝呐、啊，那对我们呢都大吼大叫的，动不动就怒骂哦，那都或者是当众呢就指责啊，也不给我们面子啊，哦，那我们呢就会在这个地方心里面就低估了，就心里面呢就起邪见了，那我跟着这个善知识做什么呢？都好像被这个当老小二一样，就被人家差遣啊。被师父脚踏在这个脚底下踩呀、啊，那我为什么？我就是当信徒就好啊，我就是当在家中就好啊，我当在家中来当志工，师父还给我礼物，这工作做完之后，师父还给我这个结缘品，哦，那我来当志工，师父都还软言招呼，他也不敢骂我，不敢指责我们，我还是当志工比较好，我还是当信徒比较好，我不要当出家弟子。我不要当入室弟子，当入室弟子呢，就会被师父骂，就会被师父呢这个要求的那么高，不要，哎，所以说这个要亲近善知识说是很容易啊，但是真亲近起来的时候啊，心里面的分别心啊就出来了，心里面的分别心就出来，计较心就出来了，但是他不晓得啊，他不晓得这个信众啊。他总是呢是属于外围嘛，哦，来者是客嘛，当然是以礼款待啊，难道哪有说信徒来的我们就怒目相向？那信徒说我又没有欠你师父什么，嗯，你干嘛这个脸那么臭，动不动都指责，对不对？不符合这个人情世故的道理嘛，所以来者是客，当然是以礼款待啊，笑脸接待啊，但是呢当你要真正要去走入这个修行这条路啊，你就是要了脱生死的、啊、你就是要学习成才成器啊，那怎么样能成才成器啊？要经得起这个热火的锻炼跟捶打，不打不成器啊，玉不琢不成器啊，能不学不知义啊，所以都必须要这个受得住这个烈火的熔炉跟这个匠师的一个锤打锻炼才能成器啊，所以你才要这个当个入门弟子、入室弟子、登堂入室嘛，是不是？但当然既然要登堂入室、入门弟子，那当然所接受的待遇就不一样啦、啊、就不一样啦、啊，那这是我们当一个学习学生也好，弟子众也好，都必须要很清楚知道的。
都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但是有时候当我们这个地方不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就被境界所转啊，就觉得哎、欸、师父大小心哦，当我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师父对我很和颜对待啊，要走的时候还给我纪念品啊，而这个师父很好，怎么一下子走进来说换了另外一种脸呢？那么变得更快，是四川的变脸那么快一样。所以有的人就在这个地方打结了，在这个坎呢就走不过去了，他就产生了，就食物呢，这个脸变得很快啊，就两种人啊，两面人啊，好可怕哦！这个师父哪是三知识啊，简直是这个点点点啊！哦，所以这个都是对这个道理啊，他不明白、不清楚，就会产生邪思、邪想，就产生了退转。就很可惜啊，很可惜。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15分钟。
所以不读涅槃经讲到这个清净善知识的一个重要性啊，其实佛典里面啊处处都在告诉我们，这个清净善知识是我们修行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态度跟观念啊，以及修为啊。但是清净善知识是很重要的，这个三岁小孩虽得知啊，这个八十老翁行不得，不是那么容易啊。比方说这个我们啊，这个进去房这个家里面啊，那个拖鞋，我们就说这个进去家里面室内拖鞋啊，那我们有时候都会习惯啊，就用这个脚哦，用这个脚呢把这个拖鞋呢这个排好也好啦，或怎么样。那有一次呢，就有一个老师啊就骂说，要弯下去用手把这个拖鞋排好，怎么会用脚就是排这个拖鞋呢？那这时候就考验啦、啊、大家不是都是这样吗？大家都是这样可以这样，你就不能这样啊？为什么我不能这样？老师你有大小眼哦，你很偏心哦，为什么大家可以这样我就不能这样？我为什么就独独要求我要弯下腰来用手把这个室内鞋把它排好呢？这就是考验我们的心态啦。别人可以这样，别人都不要求，为什么独独我不能这样，就独独要求我这样？这是考验我们啦。这时候呢，这个起心动念就很重要了，是不是？所以告诉我们，你要得要弯得下腰啦。我们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啊，说道子这个成熟啊，这个他这个自然呢、啊、就弯下腰来啊。那如果这个道子还没成熟啊，就是冲上天啊，弯不下腰来。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实际做的时候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是不容易啊，是不是？所以清净善知识也有基本清净善知识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啊，跟心态啊，你要懂。经得起这个善知识的一个辣手指导。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懂得这个谦卑虔诚啊。佛法在恭敬中求啊，我们都知道，一分恭敬一分得力啊，十分恭敬十分得力啊，印光大师开始说的，我们都懂，但是实际做的时候就不一定懂，内心就起心动念了。那我们的这个沈南大师的开示就说啊，越是精进，这个我慢之心啊就与之俱进。说你越是精进的人，你这个我慢之心就跟着这个增强。那若没有很敏锐的这个觉察力啊，有时候往往就没办法觉察。所以有时候你就越精进，你就不知不觉呢，这个下巴就往上翘了，那我们说的这个尾巴就翘起来了，哦，就学不到一点功夫啊，就要出去外面啊，就当老板啊，哦，那就是一般人就是这样啊，哦，沈大师说的，越是精进，这个我执我慢就与之俱进，需要很敏锐的觉察力啊。你才能觉察得到，那就告诉我们，人的心其实就是这样。那你必须要时时这个自我呢，这个觉察，反观自省啊，哦，时时刻刻能够提醒自己啊，这佛法在恭敬中求。那既然佛法在恭敬中求，你会去在乎说，师父有好东西。都没有先给我们这些弟子众，我们跟着他出生入死，跟着他呢打拼，那反而都先给别人，那我们都是最后的才有剩了才给我们，你就不会在心里面这样的一种比较计较跟分别啊。其实当你的一个虔诚恭敬啊，跟着师父做，跟着师父学啊，其实呢你就是
得到最大的福报，你就得到最大的福报，消最大的业啊！你还会去在乎这些身外之物吗？那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道理没有很清楚的一个了解啊，当然我们就会在乎这些世间法、世间的这些身外之物，在这方面呢去计较。所以修行虽是也是很容易啊，但是有时候真正修起来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啊，它有很多的一个考验啊，很多的一个坎啊，需要你自己很清楚的了解知道啊，你才能跨上去啊，再往上走啊，不然的话有时候啊，往往啊就会停滞在那边啊，停滞在那边。那在这个佛法团体里面啊，因为有很多当志工的人，但不知不觉呢，他就形成了，因为我是这里面志工群里面啊最早进来的，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寺庙，在这个道场，我待最久的。那所以呢，我就有不知不觉呢，就会产生说，我有发令权，我有发号权。那你才刚进来没多久，你的资历比我浅，那你发什么令？你指挥什么事？有时候呢，在同样的志工群里面呢，也有很多这种现象。那甚至呢，资历深的人呢，他也听不得人劝，因为什么？面子挂不住啊，所以他不晓得说，我们修行呢，就要去除我，去我执、我相、我慢，要修无我。但是呢，当我们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啊，或者呢，修着修着，把这个基本核心给忘了之后啊，反而我们不知不觉的修着修着，反而就增强的我执、我慢、我相。当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呢，没有听我的指挥，没有听我的这个意见，那我就不高兴了。那你刚进来没多久的，你的资历比我浅，听你的指挥，有时候他就受不了。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打退堂鼓了，就不知不觉的退失道心了。或者是当人家有更好的意见、更好的方式、更好的谏言，都听不进去了。这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比比皆是，比比皆是。所以这个为什么有时候以前呢，就会听到这个师父在勉励的时候啊，就会跟我们说啊，这个道心坚固啊，要道心坚固啊，这个不要退转啊。刚开始也觉得啊，这是师父的一个口头勉励啊，口头禅，总是都叫我们道心坚固啊，这个不退转啊。那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跟体会啊，才慢慢体会到啊，领悟到啊，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修行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个坎，很多的一个考验啊，那都是要我们呢本身要很清楚觉察、觉知跟反观自省。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会在回向的时候呢，回向说善根增长、善根坚固，我们都要希望说福慧增长、福慧坚固。那怎么会回向说这个善根增长、善根坚固呢？因为这个唯有的善根坚固啊，当你遇到了好的境界也好，你不会翘尾巴；逆的境界的也好，你不会退失道心啊。所以这个善根很重要，善根很重要。这也是说我们怎么在任何的一个回向啊，我们都会回向这个说呢，善根坚固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这个亲近善知识啊，其实我们也要必须要这个具有这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跟态度啊，就是你要经得起善知识的一个辣手指导。第二个呢，虔诚恭敬，妙妙妙妙，那么虔诚恭敬才能让我们与道
更接近，哦，那么同时呢，这个对善知识的一个忠贞呢，啊，也是很重要。为什么呢？有的人呢，他亲近善知识，他也是想说，那我就学到功夫之后呢，我就出去，就会自己呢开业，嗯，那么对善知识的一个忠贞呢，他就呢不会去那么样的一个重视啊。那其实呢，任何世间法与是出世间法，都是要讲究忠贞。就像乘公师父也有开示啊，修行人也是要讲恩义啊。谁对我们有恩，谁对我们有义，我们都必须要很清楚。那这样人家才要拉你一把，你才有贵人啊。哦，慧远大师道德学问那么好，如果没有他的各个贵人，慧勇他的同学也是他的同学慧勇，向这个地方九江地方官员推荐慧远，慧远竟然道德学问那么高，谁认识你啊？谁知道你啊？但是呢，因为有慧勇的一个推荐，总是别人夸，总比自夸来得好。有人夸，那么呢，人家自然而然就会重视，就会看重。那因为有慧勇的一个推荐，慧远给这个九江的地方官员，那么这个九江的地方官员啊，就盖了一个东林寺啊，请慧远大师当住持。那就慧远大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舞台，有这样的一个据点，他能才能发挥他所长啊。你吊在半空上，你怎么出力啊？是不是？你总要踏在这个土地上，你才能出得了力啊。那东林寺就是慧远大师离开道安第一个舞台啊，第一个着力点啊，他能伸掌伸手啊。那没有这个舞台，没有东林寺，吊在半空上，他怎么出得了身手呢？所以慧远大师对慧勇他的这个同学，他的这个贵人，他就很尊敬，就很尊敬。那慧勇大师呢，他比较呢这个苦恨啊，他在这个衣着方面呢，他就苦恨，他不像说一般的这个修行人啊，要穿着呢很讲究，很懂得这个气派。慧勇在这方面呢，他不重这方面，所以呢，人家也不晓得慧勇大师呢是一个高僧啊，所以就有一个军营的一个军官啊，戚正宝跟这个慧勇大师呢相遇在一个桥，过这个桥彼此之间相遇。那这个骑的这个马的这个军官啊，军营的这个军官啊，看慧勇的穿着，就不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僧大德啊，瞧不起他，他也不让路，不让路。那慧勇大师他也不计较，你既然不让路，那就我让嘛。总之这个桥里面，如果彼此互相在那边不相让，可能就掉到河里面去啊。那你不让，那就我让。所以这个慧勇啊，慧勇大师就让这个骑马的军官过去啊。想不到这个骑马的军官啊，这个马骑到走到这个慧勇大师的面前，突然受到惊吓，这个军官就掉下来。所以这个军官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这个马都骑得好好的，这是我的马，对我都骑得一向就很清楚啊，怎么突然之间就走到这位出家人，他突然就惊吓呢，害得他这个从马背掉下来呢。回去之后啊，他这个想一想，这个军官他觉得很不对啊，他就来找这个慧勇忏悔啊，
找慧勇忏悔。那这慧勇大师就跟他说啊，这个不是我，这是戒神，这个戒神啊不高兴啊的关系啊。所以修行人我们不能看轻他，他只要受戒他就有戒神。如果我们说受五戒一条也好，受一条五戒就有一条五戒的戒神在保护着这个受戒的人啊，都不可以轻忽这个轻慢看清这个修行人。那出家人呢，这个要受这个具足戒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受就要受，你也要福德因缘具足啊，你才能受得了这个具足戒登坛受戒。所以古代这个戒师就有开示啊，在大陆丛林要受这个具足戒登坛受戒啊，这个外面都要准备这个棺材啊，有的人就这个没办法受过这个戒啊，为什么？这个冤亲债主来讨啊，他就没办法登坛受戒，所以往往在这个戒坛外面呢、啊，都要准备棺材。那也是这些大陆过来的老法师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啊，不然我们在台湾丰衣足食，怎么知道说有这么多的一个情况呢？那慧勇大师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个对这个穿着方面呢，他就不是很注重讲究，这个一件百纳衣啊，穿了三四十年呐、啊，这个破了又补，补了又破，这样穿呐、啊，所以不晓得人呢，也不知道说他是一个高僧大德，但是慧远大师他就知道，他就知道这个慧勇啊，人不可貌相，所以他慧远大师对慧勇就很尊敬。会很尊敬、那这是每一个人啊，他懂得恩义啊，他的那种德育贵人啊拉拔帮助他。那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恩义啊，谁愿意帮助你呢？人家又没有欠你，为什么要这个伸手拉你一把呢？是不是？所以唱功师傅在这个大专在这学会我们当侍者的时候啊，有时候私底下老师傅的一个开示啊，那时候我们年轻啊，就听一听而已，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才知道说这句话真的是金玉良言啊。这个修行人不能说啊处处就是不执着所以呢说这个恩义是世间法，我们是修行人，是出世间法，不重这些，其实大错特错。这个出世间法也是建筑在这个世间法之上这个太虚大师才会说人成才能佛成、你人不成你怎么成佛啊？这基本的世间的一个伦理道德，基本的一个做人的道理你要做好，你才能再进一步讲这个出世间法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亲近善知识啊，你都必须要具有的基本态度啊，基本态度那这个呢对我们现在人呢讲究自我的表现，讲究表现个性的现代人啊，其实这一套观念啊虽然懂，但是呢不一定做得到，所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未必做得到，未必做得到。这也是说正好讲到这个三阶教的这个大涅槃经里面提到说呢，只要亲近善知识啊，那就讲一些个人的一个体会浅见啊，供大家呢这个指正啊那么三阶教是着重在这个涅槃经啊，那么日本学者啊，他们在做研究啊，他们很细，很微细啊，他们就会去统计，统计说这个三阶教法里面啊，就是三阶教的这些教义法本里面啊，他应用采取的哪些佛教经典，他们就会去做一个统计。那么统计出来啊，发现到说这个三阶教啊
运用这个大方广十轮经，就是地藏经的一个系统的经典啊，最多。那其次就是涅槃经，就可见这个涅槃经呢，在三阶教的教义法本里面呢、啊，他们是很重这个涅槃经的，很重涅槃经。那当然最重的就是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大方广十轮经啊，是三阶教这个采用最多的。那么后来这个唐朝、中唐朝以后啊，中唐以后啊的这个净土的经典啊，因为呢这个提倡这个专念阿弥陀佛的才能往生净土这样的一种讲法呢，对于三阶教呢也鼓励人呢这个崇拜地藏菩萨这样的一种宣扬呢，就有点呢不太能够呢认同，不太能够认同，因为中唐以后的这些这个净土经典啊，就比较标榜持名念佛的独称阿弥陀佛名号呢，能够往生净土。那三阶教他就也有鼓励人家称念地藏菩萨，也能够呢这个往生净土。就像药师经里面他有讲到说，你诵持药师经修药师法，不读可以往生这个东方琉璃世界、啊、即使行者你想往生西方净土呢，这个药师佛啊、十二药叉啊这些呢，他也会呢送你到西方去、啊、其实佛典呢都是呢这个道道相同啊，彼此互相赞叹啊，这十方法界的净土啊都是互相的称赞啊。但是有时候在这个净土方面呢，他会比有时候当比较标榜哦，比较标榜说独称这个弥陀净土的时候呢，就你过于标榜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个画了一个鸿沟了，就是画了一个圈圈呐，哦，把自己跟这个别人呢，就画一道这个一条线，产生分别。那这在中唐的这个净土教的这个经本里面呢、啊，哦，净土教的这些祖师大德所开示的经典里面，就有提到这个三阶教独尊呢，称赞这个地藏菩萨，所以有时候就把这个三阶教又称为地藏教，就在中唐的净土的这个净土教的这个大师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称法，称这个三阶教是地藏教，是中唐以后有这么的称法。那么这个称法其实也是有所这个依据的，就是因为三阶教他们对这个大方广十轮经的这个地藏菩萨，他们是采用的最多的一部经典。那么从这个续高僧传的记载，我们考察了这个续高僧传也好，或者是高僧传这个僧人的这个，还有这个僧人的木质塔铭等这些种种资料，就发现到比较会采取这个临藏的僧人呢，就有分两类，一类是一般僧人，一类就是三阶教的僧人。就是三阶教的僧人呢，他们大部分会采取临藏，就是跟随的信行禅师呢采取这个临藏。那一般僧人呢，即使是一般僧人采取临藏的话，他也有四种特点。第一个，大部分都是出生在河北还有长安一带的僧人。河北呢就是这个邺城这一带，那么修陀陀恨嘛，那么长安呢就是终南山志向寺这一带的僧人。那么第二点特点就是他们都重视戒律，而且呢都比较倾向于禅修者，禅修者跟这个专精涅槃经有关联，因为涅槃经的这个四念处法观身不净、啊、这是跟禅修呢有关联。那怎么观身不净呢？就是斯陀林的禅修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禅观修行 的一个场域，所以呢，这是这个一般会采取临站的人呢，基本上他就有这个四点。那第四点，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们之间都有师徒跟寺庙道场的一个关联性，寺庙道场的一个关联性，就是师父如果采取临站的话，那么徒弟呢，当然会比较会跟着学习啊，跟着师父呢也采取这个临站。那这个寺庙的话，像灵泉寺或智相寺，也是有蛮多这个僧人啊，或者是说华严宗的僧人呢，会采取这样的一个临站。比方说这个智相寺，智相寺的这个开山者净渊，净渊是这个灵玉的弟子。那么净渊传给智正，净渊跟智正他们两个人呢，就不可能是采取临站。那么智正再传给智严呢，就是华严二祖了。智严再传给法藏，就是华严三祖。所以这个净渊跟智正呢，他们可以说是华严宗的渊源的祖师啊。那么智净渊跟智正两个师徒呢，他们就可能呢采取临站。这后面的这个根据呢，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那么灵泉寺也是哦，灵泉寺的宝山塔林呢，也是也蛮多的，蛮多的这个出家人采取这个临站。那更多是属于三界教的这个信徒了哦。他们都有一个共通性的这四点特点，那么这可能跟这个涅槃经的这个四念处啊的这个修禅有关啊，禅修法有关啊，就透过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的这样的一种四念处禅修，导向常乐我净的这个涅槃果门啊，这是三界教的教义哦。所以僧人的临藏多出自于佛教的戒行戒律，众戒律有关联性。那么在这个四分律三反补缺行事抄，这是道宣律师的著作哈，里面有这个瞻并诵中篇，就有记载于僧尼的这个藏制，这个殡葬的方式有这火葬、劳林葬跟土葬这三种哦。劳林葬就是林葬，就灵葬哦。那么他也有解说哈，说火葬焚之以火，土葬埋之暗哦，劳林葬弃之以中野，中野就是荒郊野外啊，为雕虎所食啊。那么律宗就是佛这个佛教的戒律，名火林二葬，亦有埋者葬，就是在戒律里面呢有说火葬、林葬跟这个土葬。那么中国的这个灵葬呢，应该是受到印度的葬法影响。死者在这个儒家的这个史书《旧唐书》哦，就《天竺传》的记就有记载说，印度葬法，死者过焚尸去灰，以为浮屠，就是入塔，过尾之中也，过把这个灰呢撒在荒郊野外，施以禽兽。过流之于河，以示于鳖。这个唯以中也，以施禽兽，就是灵葬。流之于河，以示于鳖，这是水葬哦，水葬。那么唐代的僧尼葬制呢，在文献多有记载。那么近年来，又随着这个僧尼葬制的相关塔基地宫、义窟、义穴、志敏的一个发掘，为深入研究这一类的问题提供的一个研究的资料哈。那我们发现到，从这些资料发现到，这个唐朝僧尼的葬制很多样性哦，说好听就是多样性了哈，那说难听就是不统一啊，或有点混乱了，都有什么都有哦，土葬、火葬、埋葬、水葬，水葬是比较少，但大部分都是这个灵葬、火葬、土葬都有哦。那这个是这样的一种矛盾冲突的结果，跟中国传统的丧葬观念有关联性，有关联性。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比较趋向于土葬。
那么 火葬这个印度传来的，乃至灵葬、哦、这都是从印度传来的，在中国比较少用这样的方式呢，所以当然会不太能够为中国的人所接受，所以 是中国这个佛教中国化过程当中一直没有完成的课题、啊、一直没有完成的课题，所以这是我们以前比较少接触的这个领域啦。那借由这个三阶教讲到这个灵葬，顺便把这些资料呢把它做一个整理供大家参考。那在这个续高僧传的遗生篇里面，最后的这个传文论中呢，他就有提到说，当时候就是这个隋唐时候，僧人有几种葬法，就有这些，就临终遗诀。临终遗诀就是每随着每一个出家人他临终他的遗言，他的遗言他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那么弟子众呢就遵照他的遗言来替这个师父这个王者，然后替这个王者呢来做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那么如果他的遗言他的遗诀说入海临下，那就是临葬，过沉在逐流通知祥涌，这、就是水葬，过深意高坟丰碑记得，就是土葬，过沉崖漏窟望远之人，就是石室意葬，或者用石头堆砌的一个葬窟，但是它是没有门的，所以这个野兽可以进来把这个遗体把它吃掉，就是所以这个望远之人，他可以这个望远可以让人家看得到里面的情况，就十四义藏，十四义藏在这个龙门石窟里面呢比较多、哦、那么全身化火不累同生之神叫火葬，过灰骨图像以成身奉之供，叫肉身干七相，就是我们说的肉身不坏了、哦、肉身不坏叫肉身干七相，就在这个道宣律师的中唐隋唐时期啊，就有这几种，就有做几种的葬法哦，灵葬、水葬、土葬，还有十四义葬、火葬、肉身干七相这六种。那其中的这个灵葬跟十四义葬是属于这肉尸入部落的入尸葬哦，是同一类的然后。那我们再来讲这个土葬，这个土葬是比较属于符合我们中国古代传统的观念，然后因为我们中国蛮传统的观念就是视死如视生啊，所以很着重这个陪葬品、哦、我们这有名的就是秦始皇的兵马俑、哦、就是把他的这个兵团呢带到地底下、哦、在另外一个世界呢 也是拥有他的一个帝国，也有拥有他的一个军队，所以这个秦始皇的这个兵马俑就是最有名的，然后就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视死如视生的这种丧葬观念，所以就有陪葬、哦、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保持尸体的完整性，然后以备再生，以备再生。那其实在埃及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哦、埃及的皇帝啦，应该是说埃及的法老，埃及的法老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哦、为了适应传统的埋葬思想，同时呢佛典也有这样的一种土葬的理论根据，所以全身舍利的观念就顺理成章的产生了这个出家人土葬，还有呢接受中国的传统方式，就是墓与这个塔的一个结合，还有义窟形式的出现，还有这个跟中国传统的这个给亡者写这个碑铭、哦、碑铭记录这个墓志塔铭的一个撰述，特别是构筑墓室就是地宫啊，就陪葬品啊，有这些地宫全尸而葬，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再建塔，这是出家人采取这种土葬，就比较符合中国的传统观念，乃至于出家人回归祖茔的做法、哦、在古代的出家人也有这样的顺从中国传统的观念，就是回归祖茔的做法，被称为是至孝。那这一点呢，
是属于儒教与佛教结合，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像玄奘大师，他就采取全身安葬，木与塔的结合，是综合了中国传统跟印度的方式，然后是比较能够被中国传统人所传统的方式人士所接受。那另外一种火葬，火葬是属印度的，因为在这个印度它就有这样的一种习俗火葬，所以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就采取火葬，有它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基础，但与中国的视死如是生的丧葬观念是有所冲突的。那在传统的观念压力下呢，火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啦。这高僧传也好，续高僧传乃至宋朝的宋高僧传中，只要涉及到这个僧尼火葬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说是遵循轮王之法，或是印度之法，或是西方之法，而且特别强调是遵照这个王者的遗言而来采取火葬的，否则的话就会被人家呢这个攻击，被人家攻击，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比较不能接受，比较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方式啊，火葬这种方式，所以都必须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遵照这个王者的遗言来采取火葬的。所以说这个是否采用火葬取决于僧人自己的选择，强调遵循遗命而为之，这反映火葬在唐朝并不是僧人安葬的定制，才会附加前提。可能这个在唐朝啊，这个武则天的时候啊，就曾经禁止火葬，这个认为火葬啊不达庙理，清寻常情，即加禁断，这个跟传统中国的传统观念呢、比较不符合，所以比较不为中国人所接受了，所以就必须要特别强调是遵循他的遗言而来做的，乃至一直到了元代对火葬还是有所批评，明代一直到明代对这个火葬呢还有提出这个批评的，那么元代呢甚至也是一样，跟武则天时代一样，就禁止火葬的这种法律，都可见火葬比较不被人中国人所接受。那早期也是啊，早期也是这个一般这个大部分都采取土葬，但是来到台湾啊，来到台湾，因为土地有限啊，寸土寸金啊，你都要用土葬的话，这个就没办法，这个台湾比较小，所以的后来呢，这个台湾省政府啊，谢东闵他就这个发了公文啊，这个鼓励火葬，鼓励火葬，所以才慢慢就有这个在我们现在啊，这个火葬啊就被台湾百姓所接受了，这也是因为这个政府的鼓励啊，所以这个政令也是很重要，唐朝的时候武则天还有元朝的时候这个都有禁止这个火葬啊，所以就既然政府禁止就大家就比较不会采用了。那另外一种就是肉身干漆像，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像这个六祖慧能啊，他就是肉身不坏啊，肉身不坏。那在这个续高僧传的智彻大师他也有提到，这个智彻大师呢他就肉身不坏三年呢犹如初坐，就所以呢这个他的弟子呢就给他呢这个乃旧家七部，就是给他这个装金啊，就是装金，肉身不坏就给他装金。那么《宋高僧传》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七隐法师啊，寿生一百，有十八，就是他活了118岁，活了118岁，犹身不坏。他圆寂的时候呢，也是一样
这个金刚肉身不坏，这门徒不欺之啊，就装金，别院供养，别院供养，智慧昌毁佛，毁事遂焚之啊，毁佛的时候啊，就唐武宗毁佛的时候才被焚毁掉，哦，就在唐朝，还有六祖慧能也是一样，哦，就是属于肉身干七相，肉身金刚肉身不坏，哦，那我们再讲这个临藏，临藏呢是受到印度苦行者的这个史诗藏志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新的一种藏志，哦，那印度苦行僧呢，这个把临藏提升为一种修行的方法，认为说这个布施施身啊，可以获得福报啊，获得升天。如果呢，他不升天，愿意在人间的话，他也可以得到这个好的这个善处啊，就是当得比较高贵的这个人呐，啊，哦，快乐胜处。这是这个印度苦行僧他们的观念。在这个《佛本行集经》里面的《观诸道义品》，哦，就是这个悉达多太子要出家之前，他都有到这个印度的这个修行人去观察他们的修行方式，然后他就记载说，这个太子呢，他在观察这些修行人的方式啊，曾经来到一处这个树林的这个狮驼林。狮驼林又称为这个寒林，就是抛弃荒野、抛尸荒野的这个寒林，叫狮驼林。观察苦行者他们的修行方式，那么这个苦行修行人呢，就对悉达多太子说：“这个临藏舍身的功德啊，怎么样？就是呢，可以呢，平等施身呢，福德之地啊，名为旷野。此处地方布施身者，不用苦力，就是不用苦力呢，速升天上。”那如果你不到天上的话，你愿意在人间，那么就能够得到圣处，速得受乐，哦，速得受乐。所以这个悉达多太子啊，在这个狮驼林听到这个苦行者他们说的这个临藏可以得到功德这样的说法呢，悉达多太子不以为然，不以为然，也不认为这样是一种修行的正确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布施啊，它就是要去除贪欲，啊，这才是布施的真实意啊，布施的真实意啊，不是说为了获得福报啊，而是要去除贪欲贪念啊。那么福报是它的一个伴随而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它不是目标哦。就像说我们修行呢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有些人有时候，哦，他会得到神通，但是我们修行呢，不是为了得到神通，而是为了得到解脱。什么是解脱呢？就是证入这个无我，体证缘起，证入无我，证入空性，开显般若妙智慧，才是呢我们得到解脱了，而不是说呢为了得到神通了。但是呢，在这个得到解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神通呢是伴随而来的，它是过程，它的过程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但是它不是你的目标。同样的，这个布施不是为了得到福报，而是要去除贪念。在这个去除贪念过程当中呢，自然而然就伴随而来就有福报，就像谦虚啊，就能够得到这个善的因缘，因为你虚怀若谷，人家就愿意给你建议啊，愿意给你意见啊，你自然而然呢就有善的因缘啊，哦，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布施呢，它的一个第一地真实意呢，就是要去除贪念。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导弟子呢，这个随道行啊，随道恨或舍施乐，是以去除贪欲为第一要务啊。而大智度论里面就提到说，佛亦令弟子随道行，舍施乐，故赞十二头陀，是佛亦常以头陀为本，有因缘不得已而听于是啊。哦，就陀陀呢，十二陀陀是哪十二陀陀呢？就是阿兰若住处
住在一个极静处，常勤乞食，或是次第食，我不拣择说有钱人我才去托钵，那跳过贫穷的人，不是，都次第而行，次第一家接着一家，不挑选这个富有之家才乞食，或专挑贫穷之家乞食，次第乞食，那受一食，受一食就是日中一食，节量食，不贪，过不食不得饮浆，着毕那衣，百那衣，做三衣一钵，在总监住，总监住是在狮驼林住，过树下住，过陆地住，过坐不卧，不倒单，就是十二头陀恨，十二头陀恨，十二头陀恨与居处有关的，这个就有四种，就阿难若住，还有总监住，就狮驼林住，树下坐，陆地坐，这四样。那这四样为什么要修这个十二头陀恨呢？无非都是要去除这个对于污色也好，对饮食也好，或贪欲或放逸的这些欲念，去除欲念，去除贪念，去除放逸之心。所以菩萨戒本书里面的随行头陀戒里面就说到，说于饮食中有美食贪，过多食贪，所以叫过不食嘛，过 一食嘛，就是要去除对食物的贪念，能暂修善。那未欲断除美食贪，故长期精食，次第乞食。那么未欲断除污余，故常居树下，窘入总监。又为断欲断除淫逸贪这三种，常住总监呐，就是狮驼林总监住。总监住呢，是去除淫欲，不净观嘛，去除贪念跟放逸最好的方式就是总监住，就是狮驼林呐。所以常住总监狮驼林是修行的一个，成为一个修行的场所，同时也是呢这个不净观的最好地点呐。在这个根本萨婆多律舍里面就提，若有自心力过求教于有德之人，能不能去除烦恼者，当往狮林独居兰若，修不净观，为四念住，无常等想，就能够很快得到利益啊。那尼沙塞布的这个和运五分律里面呢，他有提到说，有诸比丘啊，王总监观史师啊，从足至头啊，做不净观呐、啊。就是释陀林是修不净恨、不净观的最好场所。所以现有的文献呢，中国在中古佛教僧俗林藏，就是隋唐时候了、啊，就中古佛教从印度如何转移到中国是一段空白，没有这个资料。但是我们从这些高僧传、续高僧传还有宋高僧传来考察中古隋唐时期实行临藏的僧人生平和背景，大多发现是跟禅僧或者是陀陀恨过在狮驼林修禅，可能呢都有僧人他在这个狮驼林修行过程当中缘起的话，他就入师在这个狮驼林。所见呢这个会修这个采取临藏的僧人，大部分都跟戒律、陀陀恨还有不净观的禅修有关联啊、有关联。那么入师藏呢，它有两种、两种，就是一种是这个临藏，一种是水藏、就是入师就是没有棺椁了、将遗体直接暴露在野外，或沉之于水，沉之于水，让鸟兽虫鱼呢食用。那么在印度呢，入师藏就有林藏跟水藏、这两种。那么《续高僧传》的遗生篇里面就有提到说，印度西域啊有四种藏法、就是火藏、水藏、土藏、林藏、那林藏呢，就是法王或转轮圣王，他们大部分都采取这个林藏。但东夏所传，就是我们中国啦，
中国所传的维文林藏跟土藏，水藏跟火藏两色呢，是含其中，就是在中国水藏跟火藏呢比较少看到，比较少看到，大部分呢都是林藏跟土藏，而水藏呢在这个高僧传呢也仅看到一例而已，一个人而已，就是这个象州腋下玄景，玄景禅师呢，习禅篇嘛，就是玄景他是修禅的禅师，他就有提到说，自身常立愿，沉害水中，及其末后尊用前子啊，就遵照他的遗言，给他采取水藏。在这个高僧传里面，不管是高僧传、续高僧传、松高僧传，采取水藏的记载也只有一例而已啊，就可见这个在中国啊，火藏跟水藏是比较少的哦，大部分都是探到的是土藏跟林藏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就顺带的这个三阶教呢的这个林藏是三阶教徒的一个特色特征，那顺便呢。跟这个中国早期啊，隋唐时期哦的这个出家人采取的殡葬制度方式呢，跟大家顺便呢给大家做一个报告，让大家了解了吼。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大家请合掌，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胜众。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